5月12日，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晒出文章夫妇陪伴女儿比赛的动态。照片中，马伊琍抱住女儿，让女儿坐在自己腿上休息，十分亲密。母女俩还亲吻打气，感情很是要好。后场时，文章就在一旁为女儿整理妆容，不时说些什么为女儿加油。比赛时，两人也十分同步，举起手机为女儿拍照，看来对女儿真的十分宠爱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